我是你们最爱的美嘉宝宝。听到这首歌的前奏，是不是感觉很熟悉？是咱们家每天的结束曲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1953211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很多朋友说很喜欢听这首歌，所以把它录给咱家的宝宝。希望你们能喜欢。自己的